抢食物的时候一群猴子就来了，也不管好不好吃。啊，这题我有猜错，我就丢脸了哈，在跑财经新闻。可是我先打预防针。我觉得猴是跳来跳去的。好像哦。你这比较像星星耶。好好啊。有在嘲笑的感觉哦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